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那个微电子工程第一章开始上课哈。那第一章我们要教的内容哈，主要是那个。UASI 单元的制程的一些模组。好，首先会介绍那个基本的半导体元件，啊，接下来会介绍热的处理，啊，接下来1-3介绍微影制程，1-4会介绍基础的电浆知识，啊，第五章会教离子布置，第六章会教蚀刻的制程。啊，第七章教化学气象成绩跟电介质的薄膜。啊，第五章教金属化制程。啊，第八部分教金属化制程。好，第一章哈，1-1哈，啊，1-1我们教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特性。啊，给它的特性，然后还直接跟间接能系的半导体啊，还有等效质量啊，电子电动等效质量跟电子电动的 mobility 迁移率啊，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最基本的 MOSFET 啊，还有 MOSFET 组成的 CMOS 跟 inverter。那还有集体电路一些基本的概念，好。好，那这个半导体哈，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材料有分所谓的金属。啊，半导体跟绝缘体，那主要是靠那个能带结构的里面的能系啊的大小来决定啊。我们一般说啊，这个金属是没有能系，那半导体以系而言啊，它是1.1。那我目前普遍上都让大概是0.5到2啊，这都是个0.5到3啊，0.5到3。啊，0.5到3哈，0.5到3的 EV 啊，我们都认为啊，它是一个它是属于半导体啊，属于半导体。好，那绝缘体的话就是很大了，band gap 就8个 EV，也就是说电子跟电动哈是。电子没有办法从那个 valence band 哦调到 compaction band，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半导体的它在半那个周期表的位置哈，那核心是一开始上课第零章我讲过哦，核心的还是系哈系啊系，那系的话你可以做掺杂哦，比如说。你把硼哈哦硼掺杂到系里面哦，那就变成 P 型半导体啊。那把磷或砷呢攀掺到系里面，就是变成那个二型半导体。那我们通常不会掺铝跟镓，然后铝跟镓其实它虽然它严格来说是半导体，可是它也带有金属的特性。哦，那我们这种又有半导体又有金属特性，我们会叫半金属。哦，所以它拿来掺杂的话，并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哦，好，那我们一般是它掺硼跟磷比较多了。掺硼跟磷比较多。好，那这个就是 band gap 的示意图了。那是不是原子核？哦，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好，接下来第4章啊，第4页。那
对矽而言，它的晶体结构要背起来了，它是钻石结构，钻石结构就是这样子一个四面体的单元，钻石结构，那这个是共价键，记一下，这是共价键。那共价键其实它是非常强韧强硬的键结，它比金属还要强硬哦。金属大概500度、600度，大概就会熔掉。那 silicon 让它熔掉要1400度，所以其实用矽来做半导体的这个基本的材料，其实是非常强韧的啊，非常非常强韧的啊，非常非常强韧的。你看你以前用的，你用的电脑，你的 CPU 几乎不是坏掉，是效能过于落后，你才会坏掉。或记忆体 RAM 啊，对不对？你早期的 RAM 你现在很难活着，可能但是规格脚位可能不一样，可是它还是好的哦。所以 silicon 来当半导体材料是非常非常的稳固的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用啊。这也是 silicon 本身这个共价键，钻石结构的共价键的优势。silicon 还有其他优势它是含量很丰富的abundant 不贵的它热的稳定性很好这是它的共价键。好，那矽还有一个很容易形成二氧化矽 SiO2 那 SiO2 这个用途在那个矽基的半导体用途非常非常广泛应该几乎就是它是个工具人那我们后面再讲那。它很容易跟氧形成加热跟氧形成二氧化矽。那二氧化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缘的材料，而且强度很强韧这样子，然后跟矽的间接又很好，界面缺陷也很好。比如说 silicon dioxide 二氧化矽就是这个也扮演矽基这个半导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好。好，那矽的那个好所以这个 share electron 这个是共价键自己做笔记有共价键共价键，钻石 silicon 是钻石结构共价键，因为我们这课程还是以矽为主，然后我们就不再讲其他的半导体的键接结构等等的就记住silicon 是钻石结构共价键，好不好？好，现在要讲的是所谓的直接跟那个间接能隙的半导体，从那个半导体的这个，能量对动量能量对这个动量的这个它的那个能带图能带图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半导体材料它的能带图都不一样。记住不同的半导体材料，它的能量对动量的能带图不一样不一样好，那在这个材料或半导体物理的角度来看就是电子跟光子的交互作用这很早就被证明了在这个在近代物理就被证明了这交互作用要符，不能说证明了，被发现了就是要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定律是被发现不能证明的再来动量守恒律但是动量守恒律好，那我们知道总能量是所谓位能加动能，对不对？那其中动能就是2m 分之 p 平方p 就是动量。那在那个量子物理里面动量是 h 八 k 那如果你没有学过近代物理也没关系，就背起来就好了啦背起来就好了啦好，
那这是半导体，你要学得很深也可以，那你学到会用，熟练也可以哈。你要学得很深，就要把这些很基本的、基础的量子力学要搞得很清楚，固态物理、量子力学很清楚。啊，如果你是要做应用啊，比如说，怎么说啊？比如说从事 IC 设计啊，或者台积电的某个模组的 module 的一个制程啊，开发，其实你不需要懂这些量子力学的哈。做元件开发、做 RD 的哈，这个才要懂量子力学啊，要懂量子力学啊。那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这么深入的哈。你如果真的以前没有学过，就背起来就好了。那有学过的话，就刚好你的修课的路径，你的技能书刚好顶到这边了啊。好，所以这个每个人那个竞争优势是各有其优势之处了哈，没有说谁好谁不好了啊。好，那等效质量先背起来啊。等效质量就是能量对波向量二次微分分之 h 八平方啊。哦，这个我们不推导哈，这是半导体元件物理会推导，我们不推导，先拿来用啊。好。好，那什么叫直接能系半导体呢？哈，什么叫直接能系半导体？直接能系半导体呢，就是说它的，conduction band 哈，conduction band 就是 conduction band 哈，conduction band 的minima 跟那个 valence band 的 maxima 哈，是在同一个动量的位置，像这个是生化家啊，生化家。哦，生化家的话就是这个是生化家磷化铟就是这个样子啊，刚好在同一个位置啊，在同样一个动量的位置啊，很凑巧，它刚好就是在动量的零点。好，今天你如果我们用发光来讲比较容易啊，比如电子跟电动要复合的话，这边电子跟电动复合后。那这个能量是不是从能量差是从 EC 要减 EV，对不对？那这能量去哪里了？我们要遵守能量守恒啊，那就会发出这个，就会发出光子啊，就会发出光子啊，就会发出光子。好，好，所以说直接能系半导体呢，就是拿来发光应用，就是特别的，有它独特的这个物理的特性所以说直接能系半导体呢那主要是用在发光的元件，比如说 LED 或是镭射半导体镭射。那 LED 用途也很广泛用途也很广泛不过相对那个，因为 LED 竞争比较大，LED 通常价格不会太贵。所以做 LED 这个行业毛利都很低很低了哈，但台积电或 IC 设计动辄毛利都是50%以上，那 LED 的毛利大概顶多就是10上下了哈，因为 LED 这个太容易做了哈，就一个二极体而已哈，那只要选那个直接能系半导体做二极体就是一个 LED 了哈，那做成比较复杂一点就是镭射哈。所以 LED 相对于 silicon 的基体电路来讲，是市场是很小很小很小的那详细数据可以看第0章的那个 WSTS 的这个统计的分析好，那再来是间接能系半导体间接能系半导体，间接能系半导体。那一样假设电子电动要复合电子电动复合，它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就是复合，因为它的动量不是在同一个位置这个动量跟这边的电动不是在同一个位置，所以你动量要从这里。跟它复到这里，再跟它复合，那是不是要经过一个动量转移的过程？大家想想，在古典力学，什么叫动量要改变？那叫受力呀。你想撞球，
如果他动量不改变，他要直直前进。那如果他撞到球台边，他经过球台的受力，他就会改变方向，对不对？所以你要改变动量方向，你一定要受力，好、哦，要受力，要跟在这个原子尺度的话，就是要电子要跟细的这个原电子要跟细的原子去碰撞啊，去碰撞啊。这个碰撞哈会产生所谓的声子，就是说 silicon 的原子的震荡哈。那在量子力学里面，我们叫做声子啊，叫做声子啊。那细节我不太讲太深啊，这个固态物理、半导体物理都会教哈。那你只要记得哈，直接能间接能系半导体哈 ，indirect band gap 的半导体哈，动量改变，它电子电荷复合要一定要动量。电子的动量要改变，改变谁让它改变？就是电子要跟细碰撞才会下去。那一碰撞的结果啊，大部分的能量会是变成细的这个振动，会变成细的振动。好、哦，所以这个能量就转给细的振动啊啊，那个用古典来讲就是细的振动。那你用比较严谨的讲法哈，量子物理的讲法哈，就是产生一个声子，产生一个声子，所以这个它就不发光啊，它能量就变成那个细的振动啊，细的振动的一个振动的一个机械能这样子，所以细就不发光，所以那个细哈就不能拿来做那个光电元件啊，细不行啊，当然你现在可以用一些奈米的技术来做一些细光子学的研究啊，那这是蛮前瞻的一些研究，那不属于我们传统这个半导那个微电子工程的范围啊，那有兴趣的话，那你们去再去修相关的课程啊，相关的课程，好。所以请大家我再 summarize 再那个总结一下哈，那个半导体里面的光子跟电子的交互作用要符合两个守恒率，能量守恒率，动量守恒率，好，那三五族的半导体是直接能系半导体，四族的半导体是间接能系半导体，三族的可以用于发光元件，四族的不行用于发光元件啊，因为它能带图是间接能系半导体，但是它拿来做逻辑元件非常非常的好啊。细，我上次已经跟第一节课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拿来做细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讲那个。等效质量啊、哦，等效质量啊、哦，这个是生化家的能带图哈、哦，这是细的能带图啊、哦。那等效质量哈、哦，等效质量公式就背起来哈、哦，就背起来哈、哦。m star 等于 h bar 平方除上啊 d 一 d k 平方哈、哦、，d 一 d k 平方哈。哦那这个二次微分在图那个微积分的图形，我们叫做曲率啊，叫做曲率啊，叫 curvature 啊 ，curvature。那曲率越小越窄的话，代表曲率是越大的哈。曲率啊，讲错了，曲率是，对，越窄的是曲率越大。二次微分变化很大的话，这个值比较大的话是曲率越大啊。那生化家的曲率是大的，所以等效质量它在分母，对不对？所以它是小的。反之哈 ，silicon 哈，就是那边 silicon 的电子哈，胖胖的啊，就是哦 ，silicon 的曲率是比较小的哦，所以它等效质量比较大，等效质量比较大。那等效质量大其实是不好的啦，我们希望哈、哦，半导体的材料等效质量是小一点的比较好，哦，小一点它的电子的移动速度会比较快，哦，就是很好想象嘛，你电子重量胖胖的就
跑不快，然后那生化家的这个等效质量小小的，就跑得很快这样子啊，哦，就跑得很快，哦，然后这个就像那个轻量化的跑车，那电子的话就像那个大大的休旅车哈，大大的休旅车就跑不快，对不对？哪有人拿休旅车来赛车的，对不对？哎，不然赛车你开一台大大七人座休旅车去赛车，怎么可能？对不对？哦，一定是那种 F1 那个轻量化的赛车哈。好，那这也很好记啦哈，我教大家用图形记忆法了哈。这个胖胖的就代表什么？区域比较小胖胖的区域比较小，所以等效质量比较大。所以就是说公式要背起来的话，要那个。看到图形要快速的记忆活用啊！你只要看到这个曲率哈是很大的，这个图形是很大的，就是这个等效质量是大的啊，就胖胖的，就记胖胖的啊。能带图哦，能带图宽宽大大就胖胖的啊，就是等效质量比较大所以等效质量比较大啊，所以 silicon 胖胖的。哦，能带图胖胖的，所以它等效质量比较大。好，要背起来哈。等效质量就是这样定义哈。那这个固态物理跟半导体物理都会教哈。那我们这边就不教了哈，我们就不教了哈。好，接下来第7页哈。那这边把常用的一些。半导体哈，常用半导体哈，那就都整合起来一个图表哈，整合成一张图表。那我们看一下，它 x 轴是 lattice constant 哈，lattice constant。那这个，然后这边是 band gap 啊。那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条线？比如说你拿来当发光元件，你对应到了 band gap，比如说是大概是。1.7左右，它大概就是1.8左右，它大概就是发红光啊。可以看这个公式哈，你 band gap 是1.7的时候，你去换算一下，大概就是发红光，大概就发700纳米左右的红光。那你如果是3.0的话，哈。3.0的话，大概就是发紫光400到500纳米的紫光啊，或蓝光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 LED 光源都是各种颜色的波长都有嘛，哈。那我们知道短波长的能量是比较大，你可以看这个公式啊，短波长的能量就是比较大，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那个抗蓝光的眼镜嘛，或买荧幕有抗蓝光，哦，就是要把一些高能量的蓝光，就是还有紫光了啊，就把它滤掉，哦，不滤掉部分的，不能全部滤掉，全部滤掉，你看到的东西就是黄黄雾雾的这个样子啊，的部分滤掉啊。好，那我们 silicon 是在这里的啊，silicon 在这里，boolean 在这里啊。那你看到这个上面这些，有些半导体是有线连起来的，有没有看到？比如说最常用就是这几个，这几个材料我们常常有说3元半导体呀，4元半导体，就是说在这个用，如果这个图形上这个半导体有直线连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它就可以按照它的百分比去把它累积起来，就把它累积起来，所以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多元的3-5族半导体那这个只有3-5族有这个特性因为3-5族的特性它可以累积可以相互累积，所以你有看到这个线，就是它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去累积起来那个线连起来，可是 silicon 没有跟人家连，能看见 silicon 跟锗都锗 silicon 就孤零零的在这里它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半导体连起来没有办法连起来。早期十几年前大家一直想把
Three-five on four 就是把三五组的半导体哦，想办法有没有生一条线连到细，然后最后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没有，就是不行，那是物理上的限制嘛。你不是说人定要胜天啊？那物理上极限限制就是说不行啊，哦，目前就是不行啊。所以哈，哦，所以那个大部分的那个逻辑电路、机体电路呢，还是用那个细为主啊 ，silicon 啊啊 silicon。那甚至我们用的那个液晶面板啊、手机面板啊，那也是 silicon 当做主要的逻辑元件啊，逻辑元件啊，我们的液晶萤幕啊、手机的萤幕啊，啊。但 OLED 另外就另外一回事了。OLED 其实它特性像三五组半导体的，它可以自发光，只是它材料是有机的啊，它材料是有机的，它发的光比较多元，它颜色也比较柔和一点。那所以有机的这个发光二极体，就是也有它的那个，像现在 Apple 都是用 AMOLED 嘛，三星的手机也是用 AMOLED 啊。就是说你一些半导体材料你要存活下来，你要占有一定的市场的份额，你一定要是要做什么细做不到的，细不能发光啊，对不对？细不能发光啊。那现在还有很热门的，就是说 micro LED 哦，就是说把三五族这个发光这个精力哦做得超级小颗，做得很小颗很小颗很小颗，做得很小颗很小颗，那就是就要取代一个用一颗的发光二极体取代那个 Full HD 里面的一个像素，所以要做很小颗很小颗，那这个技术也很难啊，也很难啊，啊也很难。那但是现在好像苹果主力在推这个技术啦，那这个技术会不会成功？这不一定哦，这不一定哦，啊，因为 LED 太亮会很伤眼睛。所以为什么是 OLED 先起来？ OLED 的萤幕比较柔和一点，比较柔和一点。好好，这题外话了。那还有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宽能系的这个半导体，但现在也蛮重要的，因为宽能系它一个对应的特色，它就是它的崩溃电压比较大，崩溃电压比较大，所以它在一些高压的应用，它可以耐到上千伏的高压，那 silicon 顶多就耐几十伏的高压。那这种高能系的半导体，比如 silicon carbide 在哪里？三个 eV 对不对？ gallium nitride 在哪里？在这 3.6 个 eV 对不对？它的操作电压可以到 k 伏特啊，那尤其是在电动车啊，对不对？还有现在手机的快充是不是都是用到这种silicon carbide跟 gallium nitride 这种快充啊？这个高压的这个宽能系半导体啊，就是有它特殊的利基的应用，特别是在高压的这些高压的环境啊。像电动车啊，主要是电动车，还有能源领域啦，一些能量转换的那些电路哈，会用得到啊，那也是一个蛮有利基的市场啦，蛮有利基的市场，利基市场也不错啦，你能做到技术领先的，也不错啦，这个 silicon 就进不了这个市场，因为 silicon band gap 只有 1.2， 它只能耐几十伏的高压，所以在高压的市场就是靠这个宽能系半导体，那发光的市场就是靠这个在这个彩虹图里面这些三五组的半导体，那细的话都是没有的啊，细的是没有的啊。那这个三五组的半导体，这种宽能系的半导体啊，然后又叫第三代半导体啊，叫第三代半导体。那第一代半导体就指细的，第二代是指就是 LED 这些的 LED 这个彩虹图这几个啊，三五组半导体。那第三代半导体就是指这种宽能系的半导体。
氨能系的半导体。那市场啊，或者说中国啊，有一些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啊，就是要利用第三代宽能宽第三代的啊第三代的那个宽能系的半导体来实现弯道超车。你要懂那个，你啊，这是这领域，你懂那个。学过这个半导体知识的话，你就觉得是简直是个笑话。我看是半导弯道翻车吧。你那个逻辑电路，你的 CPU、GPU 这个记忆体最大的这个市场，你怎么可能没有办法用宽能系半导体做啊？最大的市场在这里啊，对不对？你想你买电脑好了，你最贵的零组件是什么？记忆体、固态硬碟。显示卡还有 CPU， 其他都不值钱啊，机壳啊，电源啊，键盘啊，值多少钱？不值几毛钱，而且那个技术门槛极低极低啊，想做都可以做啊，东南亚也会做啊，对不对？非洲也会做，搞不好南极的企鹅也会做，对不对？所以说这些那种第三代半导体，它顶多就是用在这种高压元件啊。你说要取代那个含金量最高的这些运算高度高运算的这些元件、那是取代性、不可能，基本上物理的特性材料的特性就是不行、所以说什么第三代半导体啊什么的，所以大家以为就是说什么好像手机第几代第几代 iPhone 第几代啊，或是 Windows 11啊，好像越高代就代表越好，完全取代旧的啊，那是一些只是商业操作的技巧啦。这种在这种半导体领域，第一代半导体是细，你想取代它很抱歉哦，你现在不行啊、没有啊、不要把这个商业那些术语跟这些材料不同材料发展的只是一个命名、把它搞混、比方说看什么第三代半导体，然后就很炫炮这样，会取代台积电，想都别想、知道吗、好，那这边有更多的详细资料了、有更多的详细资料，那这边的话就是silicon 哈，我们就看几个代表性的哈 ，silicon 跟生化镓就好了，好不好？这是 1.12 1.4 indirect band gap direct band gap mobility 啦，这 mobility 看一下哈 ，mobility 看一下啊 ，mobility 啊，那 mobility 公式应该在下面几页会有，那先记住哈 ，silicon mobility 并不是特别高。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生化镓比 silicon 的比 silicon 速度那个都要快、都要快，对不对？要记住一个我看后面有没有公式，在这里、好，待会再讲、这个好，那我直接讲下面一页了，反正都重复了、那我们再看一下 silicon 跟生化镓、silicon 跟锗跟生化镓，现在就是这三个特别重要、生化镓就是拿来做发光元件的、以生化镓为主啦，它会可能会配合其他材料啊或磷化银等等，但是还是生化镓为主，我们就现在就看这三个最重要的材料、当然矽是 silicon is king 啦，它是王啦、它是王者、半导体之王，其他都是它的那个、它的骑士啊，或者它的什么仆人什么的，是细是王啊。那你看看 silicon electron 的 mobility 哈、1600 germanium 3900 gallium 9200那细没有特别高啊，对不对？我刚刚讲之前有讲啊，细不是单项不是金牌，可是它是十项全能金牌啊。那我们看一下 mobility 呢，还有等效值。这还有等效质量，我们可以发现、等效质量越小的、这个 mobility 就越高。我们看一下这个打星星，打星星这个公式、速度、电子移动的速度、电子移动速度等于什么 mobility 乘上电场
好，好，那速度我们通常在半导体，我们这边都用平均的移动速度，好，就是平均的加速度乘上平均的移动的时间啊，或是平均两次碰撞的时间啊，好，平均移动时间。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加速度就是力除上质量嘛，哈，所以那个速度。等于 at 等于这个11除以 m star m star 就等效质量就跟静止质量分开，我们再加一个 star。那等效质量这个早就都做出来了，几乎所有半导体等效质量全部都做，人家都研究出来了啊。所以你也不要去执着在这个等效质量怎么来的啊，多大多小啊，人家都研究的清清楚楚了啦，50年前都研究的清清楚楚了啦，你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好，还有平均碰撞时间，这都研究清清楚楚了不要执着在那边了这人家比这个都已经都表了都表了。好，那这就直接拿来用，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办的材料是什么？它的 mobility 就迁移率越大越好啊，mobility 大，那电流这个电流就会大，我后面会讲解，就电流大啊，就电流大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周期表了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各个元素的位置，早期。我以后再找一张图啊，1980用到的半导体的这个产业用到周期表元素大概就只有大概10个上下。那到现在5纳米的时代几乎周期表大概1/3的元素都要用到，下面几乎没有了。像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钛也有啊，zirconium 也有啊，这些不常用的金属，现在半导体里面都有用到，因为有些特殊的地方要某些的特性的材料才用得到那像铟也有用都用了很多这边是拿来用10颗的，所以几乎三分之一周期表元素在现今的半导体的制程都有被使用到。好，我们这边先那个。暂停一下，休息一下好，那我先断掉我待会再继续再上课。好。